方便啊。来呀、啊、啦！不要封，放着一个小时。嘉凯跟他啥的不知道，嘉凯跟他求爷啊，叫你听。那种咬甘肃的那种感觉哇，好特别的口感。为什么甲在讲这这无聊代志？因为吼，我离合欢山头前已经差不多一点钟。哦，有没空气啊？对，你看到有警车叫警察底下不？结果呢，是警察在管制车辆的数量。我确实是有车祸啦，我还是第一次在中横遇到这种状况呢。咱做无聊，咱看起来咱炸什么机器好啊？这两机呢，哦，是18尺的重摊杆，就是摊掉沉底用的杆子，然后也可以丢水球。然后这只呢是三号。21尺的机吊杆，这么长这么重的吊杆是要干嘛用的呢？是要吊那个浮游摊吊，我没有讲错，是浮游摊吊。这一期如果顺利的话呢，我会把这一个吊法呢介绍给大家。啊各位，你知道什么叫中风无？中风就是你就是从南投开到花莲，4个小时就会到。结果呢，你在五岭那边塞了2个多小时。结果呢，10点出发到现在已经5点半了，没时间了，我赶去钓鱼。废话不多说。在中横的官员，那我们呢打算要回去台中了，因为呢我们接到线报，台中某种正在大摇，所以我们回去了。听说呢，同进有靠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来体委聊聊看。我目前体委在施工中哈，所以各位呢，进来了一定要小心。成千上万条青鳍耶。不知道那边看得出来吗？李波呀，对啊，李多啊，李波呀啦，李多啊，哎，谁多哎，哎，宝刀鱼啊，哎呦。有情况钓过，我冇钓过呢。系啊。哦，要加，要加呢。啊，袂使袂使，你双手动，双手动，双脚收较底。你慢慢收起，慢慢收起。哦，要加呢。以前啊，野波呀，咦，够野波呀，真正野波呀呢，哎呀，竟然够野波呀。
靠腰七股啊，七股啦。水加嘞，那是安怎？可以再换八种卤水了无？耶！哎呦！啊，这只是啥物件？金金嘞？嘿啊！你怪假死！怪假死！金金嘞？哦，清奇网啊！我、哦、靠！啊、哦！哦，不过出线啦，气笑啊！今天的窑矿呢，非常的普通，三只硬尾，一只铜镜，接下来应该会渐渐的数量会变多。哦，那中间奇奇怪怪的鱼，那还算是在季节交替了，所以窑矿没有说很稳定。不过呢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了，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南风一吹，应该状况会越来越稳定。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喽。
那今天影片就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